作是有几个标准型的气球，标准型的气球。你刚刚录那二十四分钟。就是前方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造型的造型球。半小时，我刚刚做三秒钟，半小时五点半，或者是自己先有的，半小时一分钟钟。为什么使用这个材质呢？因为它非常的轻，非常的轻薄，但是呢，又具有非常好的耐撕裂性，所以呢，它可以确保在飞行的时候安全无虞。那各位会看到啊，我们一直在喷火，有人会说这样子就不会烧到球体啊。其实，在热气球的下方有一圈防火布，那这个防火布呢，就是防止火焰来烧到球体。若有时候有突然有一阵飓风的时候啊，可以立刻的把热气球给吹来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非常高的技巧。火焰会入侵到我们的球体的位置，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的被碰到哦。过来，我们的热气球也都是可以做修复、进场维修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球体的下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燃烧器。燃烧器呢，它是金属制成的，那燃料就是一块的铜碗。加上呢，我们在如果这边会将液态的引导来气化，跟着如果一起来点燃。那燃料呢，储存在尘燃当中，储存在尘燃当中。接下来最下面的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尘燃啦。很多人都很好奇，为什么是尘燃这种材质呢？原因啊，其实是因为热气球在自由飞的时候，我们在下降的时候、着地的时候啊，热气球是会跟地面产生一个撞击。那当产生这个撞击的时候，我们上面有带着飞行员，有带着乘客啊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缓冲撞击的材质，而尘呢，尘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材质，可以来缓冲撞击。同时由于尘埃的起伏非常的容易，所以这个尘埃呢，在各国是非常广泛的被利用，作为热气球载客下方的这个装置。其实啊，我觉得热气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的人物，也就是非常有经验、经验有素的飞行员、因为有他们的专业，我们才能够顺利的来运球以及飞行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有他们的付出，大家也才能够在此一起来看到这一颗颗熠熠生辉的热气球。台东呢，不只是台东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一颗颗的热气球呢，让大家一起来加油打气，让我们的希望升空。也当然，我知道今年已经是第11年的台湾的热气球嘉年华了，现场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，每年都一定要带着家人、带着朋友一起来追求。当然，如果新朋友，我们也非常欢迎。加入我们热气球的大家庭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此找到你的感动，跟找到呢你每天非常快乐的人生。接下来呢，也欢迎大家回到后方，我们阿拉丁地球的后方，有三个小球，三个小小的热气球也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，分别是小火球、热气球以及台灯小球。在此欢迎大家。另外，在我们的管制区内是不得进入的，管制区内是不得进入的。我们看到现在会场中，工作人员的拍照区内侧有民众在拍照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协助确认好吗？谢谢。Thank you.
人员协助，请工作人员协助，麻烦请不要进入到管制区当中，麻烦请不要进入到管制区当中，麻烦请您立即离开，要再次的请大家多多配合。不能横板，
前我是用这个，我是用这个转。转哪一集哦？就是麻烦的转。蹲下来，蹲下来。好。开两个多小时没事，对啊，黄金户外就撑不住了。